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玩游戏是侠客分段前传第五期又没录。OK， 我们的夜魅清魂终于到了 Part 3了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只有一个关卡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Part 3是怎样。哦。我又到了哪里 ？OK， 我先把修改器的东西先拿掉。好，我们回来。我又到哪里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哇，杀！啊！哇！这是我风度的弟兄，阎王。啊啊！小子，能不能想嘛？本王都死。本王还为钱鬼才叫你做呢，今日倒是自个进了这冥府了。冥府，哼，不过是梦境罢了，你也只是阎王梦中的幻影而已。幻影，小姐大言不惭，污蔑本王今日便拆汝之罪，判汝之业。你口口声声自称阎王，却又有何证据？哼，本王掌管阴曹地府，乃幽冥之主。地狱众鬼轮回兽性，皆由本王掌握。若无非阎王，还有谁是？哼，众鬼众皆为你所用，那眼前的这些又如何？判罪绝业，神音断阳，孤魂野鬼也敢挑衅本王？且看本王神位，叫尔等俯首称臣。哇塞！弟兄们，都给他！严丹神，今日本王便将奴给办了，判处孽尽极刑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千万亿兆年后，和六道修罗神佛一起灰飞烟灭。哼，阎王还有大事要干，岂能这么轻易便给捉去？阎王，你想捉阎王，先问这把刀吧。击败十殿阎王。阎罗败退，斩杀众鬼众累积魄力可获得状态加成，幽魂幻影状态时伤害免疫，无法被指定。OK， 那我嘞？哦，积血200，哦，魂渡奈何桥，什么时候这一招的？什么时候这一招的？这是新的吗？还是他只是改名字而已？啊，那个状态很讨厌，恶鬼。好，看这场有点难打。傻眼猫咪耶！我还不够霸体。哇，这场有点难打。我就会被戳死欸。我得到什么状态啊？气盾，太棒了。先打左后方这两个，距离四个放回击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欸，这招是我改是不是？还是这种梦境专用的？我这招好帅哦，变帅了欸。
只会打我背后而已，还要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人。还是只有梦境的招式有改变而已，改变就是范围啦，攻击的范围。免疫三次攻击，持续两回合。快挂了。撑一下，阎罗。哦，这场真的很难打，不过可以吃补品啊。六番，我们躲远点。哇，躲不了，躲不了太远。好，先吃东西。哇，阎罗出动。不过我们阎罗的附加状态会蛮多的，所以应该不用担心啦，不用太担心。我们等一下让旁边的人全部死光光。来哦，纹路奈何桥。好，这招，嚯！帅是帅啊，可是攻击给予嘲讽单位，持续两回合。啊，这边真的很难打，欸，你总可以穿墙啊。哇，又被包围了，又被包围了，没内力是不是？傻眼欸，这个内力是要20，要10内力。OK， 好。打死嘛，是打死阎罗就好了。九种魂丹。Nice。戳我戳这么痛，杀意蔓延，无间行者，
十电阎罗刀。快点死光！死一回合了，好，四胜，回复轻耶，反弹伤害38，太棒了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怎么有一道光？粉红，粉红光。等一下，这个光挡到我了。好，十电阎罗刀，阎罗刀，再一次。老实说，这是其实幽冥路，其实不拿这些最强武器啊，其实都不会影响到，就是最后关卡你还是可以很轻松的过关啊，所以根本就没什么影响。除非他这次修改之后，就是原本的强度有降低，所以需要这些武器，所以才需要这些最强的武器。累哦，这样打还是挺累的。那后面有一个扭曲状态，这是 bug 吗？按错了。哎呦！我怎么红上有红红的？啊，这个好讨厌啊！这个粉红光。还好有回血。我也又死一个，好，17回合，好，又被嘲讽了，是不能动。哦，十戒护具75%连续发动攻击。好，换我了吧。啊，左右互搏。Nice。还剩三只。这个假阎罗。才打44，不是很强。
啊，没打中。两个人发动一样的招式，傻眼猫咪。该死吧！Nice， 好，最后一只。啊，他应该不能动了吧？被嘲讽中。他给我闪！没关系，我直接用九转回魂丹。哦，黑域洞虚高也可以。唯我独尊，唯我独尊。哦，每次攻击必定暴击。阎王，阎王这条命可还不到进幽冥剑的时候。在此之前，这阎王的名号就由我先收下了。哦，阎罗，好啦，其实这是为拿真正的武器，所以我一开始猜测没错嘛，是拿最强的武器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库房，阎罗，金刚混合玄铁锻造的刀，刀型特殊，重量极沉，附加状态无间地狱，周遭一格内全体敌方损失气血内力30点，伤害500。好，这个有很强吗？啊，应该是有啦。原本的最强目前才拿到龙鳞拔刀230伤害，哇哦！现在拿到有什么屁用啊？好啦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吧。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和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、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的我，谢谢，拜拜。